解决个屁！老子一支枪没有，有本事你把鬼子的重炮给搬过来，也没人管你。不是，那我没本事，就喝西北风。报告团长，我们去取药的时候碰上一群二狗子，十三啊就骗他们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200支长枪，3000发子弹，20箱手榴弹，哎，还有500斤白面，300斤小米，20头羊，20头猪，还有那啥，100个驴肉火烧。都穷成这样了，还跟日本人干呢？我们就是再穷，那也不当汉奸。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呀，就冲小气，不许得意。咋在你嘴里听不到我半句好话呢？打是亲骂是爱，你总得请我喝顿酒吧？你们这几个小子总他妈惦记着我这几箱子酒。哎，团长，你刚才不是说那个谁缴的枪就归谁是吧？十三是我的兵吧？那十三缴的枪那就应该归我们呀。全他妈是白眼狼，哼。